我被打倒了。秀儿，你那边有没有车？开车过来救我一下。好了。你人呢？我已经把他们干掉了。哦，哇塞！哇！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队友身上碾过去，然后在敌人面前刹车的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观赏到杀人去了，没注意到你我。我信你个鬼！哈哈哈哈